期会办好，将近做一个结束。不过因为咱这个班组内底有几个代志，我要把咱大家作为声明一下哦。其实你的修道办道，咱就是要得到好处，因为你道中。伫道中所话，拢是对咱做一个正面的迄个鼓励，甲正面的迄个教育。绝对咱道中无迄个，我们爱咱什么目的、什么气度，即个绝对无。所以我伫进出进入厝的当中，我有听到一个典故啦吼，啊，咱面相。做厨艺，啊有摕一个迄个汤啊吼，啊个把咱花心布施，你们心内的啊这个财师，但你钱真少，那么干哪还？你十块二十块，这种环境，但是你我伫外口听听到说，我道场好像这样，不是一个很好的现象。但是咱佛阿有感受，就讲前辈者对咱的用心，拢总是一种个人指导，甲感多咧。伊毋是爱你迄个一百块，毋是爱你迄个五十块，绝对没有这个意思，绝对无这个意思。伊先，这就是咧讲，讲伊修办的过程内底当中，佛陀有讲六波。六波，啥六波？伊头先还讲叫做在世六波，修道在世个六波前，第一道叫做持戒，第三叫做忍辱，第四叫做清净，第五叫做定，叫做上定位的境界。所以我马上冥想动作的心，你给你引导，啊，来给你看看。但是有一寡人会想到讲，你用这个汤啊抓的管多钱，一百块、五十块，好像这个形象很不好。我听到一寡人讲，我拄只为虾米讲讲，我学这个东西。其实，因为伊是好代志，不过你讲这个物件，你讲动作讲，伊爱买一百块，爱买五十块，爱买偌济钱。毕竟这物件出来，所以呢，我有感受的讲，今日如果人要爱恁这钱，免得开这个班，这是一个损失啊！要爱恁这钱，免开这个班，因为是安怎讲呢？其实修学道，第一就叫做在世，今日有道用在世，多好钱，这足重要的工课，有得东西。啊，迄、那个时阵有两个弟子，一个叫苏菩提，一个叫摩诃萨，摩诃萨，摩诃萨念法缘，拢找迄个上善，找迄无钱人。苏菩提去找的好呀，伊善方伊无去找，伊拢找好呀。有一个人去问苏菩提，你是按哪面法缘，拢找好呀，才好。做一个善人，好嘅人当时真死人就好死，一世人因为伊惊要遐讲，所以一世人伊若要继续好死，后世人伊就得贫困。所以因此我找一个人，但是咱一个人，那等于找无学生，因为无学生有一处，一个乞丐婆，乞丐婆恁听啦吼，含中道时咪。你吃一顿，就布施出来。啊，这顿是三草三分哦。但是你去吃，无是要吃的中道。你看佛陀来，伊把这寡草三分都摕出来布施佛陀。啊，无吃吃不着，吃十分只，吃十分只起来较吃。但是还没睡觉的时候，变出两个，我吃十块不吃。这草三分都未吃，是谁还没吃？伊讲，真欢就是吃十分食，就是乞食饭。
因为中堂的中道生，伊为着要报仇给我，伊欠中道生无债来报仇我，我借了无操心。嗯。迄、那个观念，迄、那个专念无操心。伊找迄乞丐，迄、那个乞丐无将来，转世做穷奴，转世风流啊！这里教上内底当中吼，这记载，这台应该不陌生，不陌生。但是大客商，伊找这乞丐，比如这贫困的人有机会能快过世。不过呢，咱若正直的人，非常的感恩；无正直的人，你只爱我的钱尔。变成讲，今日连教育已经失去迄个意义去。前辈些用心，唔是用在恁的课题啊。有人甲，有人咧讲讲趣话。你修课尾变成通会道，修课尾变通会道，通会道你听无？通会道的，一块两块，一千，一块两块，千两千的通会道，迄、那个基地啊，叫做通会道。讲修着修到尾通会道。先不要听得到就心的寒，因为拢为着咱大家好。你过是好伊，伊无甲你起，伊太起。好，伊太容易接受着迄、那个受着人的侮辱，应该无必要嘛吼，无、必要。所以这点当中呢，我要甲你鼓励大家做一种的声明一下：道场不是要你的钱。道场要你的钱，就是你的理想。你只要心的理想，如同面先讲，你摕五十块出来，你摕一百块出来，你摕十块出来，总是拍开你内心世界的迄个贪，迄、那个贪的吃，是爱你这个物件，不是爱你要偌济钱，不是安尼物件。所以这点当中是安那不得。当时的八六度，迄、那个报喜很夸张，伊才开上后边开条，伊毋是无意思。咱人来到这个世间，是安怎有遮侪贫困的，富贵贫贱共通，这群人，只要是因为伊报喜，伊过去前的因无受伤，造成伊这世人的命运。未来到这个世间，就富贵点点，总有钱点点。为了讲这个世界要吃三顿有困难，对不对？是安怎变变人会差遮济？变变人会差遮济？伊真死人的因果，所以佛陀才讲：欲闻前世因，今生修者是；欲闻后世果，今生作者是。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。这个道理咱一定来办。是安怎佛陀？伊甲你设定着多，偷一多甲你现过世，毋是无原因。毋过咱把钱当作比我的性命、比我的福报来较重。一年怎讲？咱跟联想的联想讲，啊，这可能诈骗集团，啊，这总统人爱人的钱，一直讲联想的不要。所以呢，因为我感受着讲，因为其实来讲，讲起来吼，连恁道场遮大。包括国内外即个只要道心布施出来物件，拢道心布施，唔是一定会挂来物件，即事实。但是是安怎咱要做这工课？咱一世啊，会贫困，就是知咱无布施。哦，乞丐会做乞丐，就是无布施嘛。会吃好嘢，就是无布施嘛。足简单。唔过呢，咱过去无布施来到这个世间。就真痛苦啊！啊，因为你要受苦，你都要受菩萨道，这叫做福慧双修。不过呢，你若无报喜，你面头前你也要修几万块，你来修会落去。伊要报喜，就是要给你铺你一世人一条路好行，铺你后壁更加好行，你知影无？你甘愿要行迄个坎坎坷坷、大坎细坎的路吗？你一世人甘愿要行迄个物件吗？前辈才好会知影。前辈才甲咱宣传，是咧报互你知影，毋是你这钱下咧先买这课题啊，这点你要了解。所以这个物件无讲袂使，要讲，若无讲详细，三千都误会。所以第一，你要修菩萨道，
你这条路一定要好行，无好行，无报信无好行，你行袂落去。第一个问题，是咱无够把六度的地位都下到后边。第六度，第六度甚至去地位都不止第六度，安怎呢？都是报信物件，你要收因了地位咧，你要收了地位咧。这叫做啦，你要行这条路，你若无地位，你这条路行袂到。你要相信无？你要行这条路，你若无地位，你行袂到。比如讲，你今日要到台北，台北这条路是毋是来铺好？都说讲我早起啊，倒来三点外钟，这条路敢铺好？是毋是做好行？但我要倒来呢，我若无用导航，我敢行倒来？我行离迄个。你迄个正大遐边行出来，就是讲，我着过六条路，我着找无路通出来。因厝我去做导航，导航甲传出去，就是讲，我着三条路。啊，迄个导航叫做哪？叫做地图。迄个导航叫做地图。所以不得用，第一就是，这条路予你先好行，来就是用地图甲你传。拥有四方叫做哪？感悟。第一叫做期待，第二叫做哪？应用，第三叫做哪？上进，上进就是叫地位，对不对？这四步叫做功夫。你这条路，你为什么要走台北？第一路爱好行，第二爱有导航来导航，这是基本的物件。后边这叫做功夫，就是期待、概论。就是讲咯，爱向偌济，袂使超过一百，袂使超过百。你若要按照伊个概率，你甲三个百二三，你倒来我相信你会收过来条红单，收过来条干食针。你无照概率，甚至你要使到台北有作危险。敢是安尼？因为你无照规矩嘛。啊，你收到若无规矩呢，无概率呢，我要安怎就要安怎，你收会上面。第四、第二步，功夫叫做忍辱，忍辱对不对？你开一条路，有点些位对你头前来转过，你若无忍辱，你开一门出一声，爱讲地皮啊，人就砸你头前，变你衰啊。感谢咧，我就甲你讲讲啊。你会使无忍辱是嘛？咱今日今日修行这个过程内底，你会使无忍辱是嘛？每下来做些反馈。你讲有滴个人代志，你若无金融做袂落去，无金融做，我今日规定大家好，嘛做着一件对代志，要互恁会当开阿妙道路三百三菩提心，无上正觉正定正觉的心，你把当作我来遮是讲同位同，迄、那个同位同义啦，所以感觉心会寒，啊心会冷，不过伊毋是大家哦。我唔讲大家哦，咱大家袂安尼想，因为有一个爱两个，有这个思想在咧走翻讲话听。但这个人我毕竟爱讲，袂使讲人。但是若要讲，伊会死，安尼大个大个大，大个想，安尼那是有影就对咧。所以我甲你讲，无迄个代志，所以一定要忍住，受到受人诽谤嘛爱忍住。师尊老大人讲一句话。无论心多方，路多长，修多苦，办多难，过程是心的宽度与心的深度。只要按照使命的脚步，前面就是出路。我懂，咱今日要打众生的业，咱一定要接受。那因为功夫的第三步呢，叫做精进。精进啊，你要到台北，像我昨。伊遐倒到着飞六点钟，第一个问题就塞车，迄无当讲个。第二就是，咱行咱佚佗个，咱行咱佚佗，开得到这六点钟。台北人通常开得到这三点半才着到。我开袂到六点半，六点钟。啊，我若只锁定安尼去，若要一直精进，要开十点钟嘛有可能。敢是安尼？所以呢，因为这叫做精进。啊，精进就是咱个修行学道，咱今日敢会使无精进？敢袂使无现代，敢袂使现代，敢袂使过去现在，过去现在未来拢安尼，
袂使，因为一定爱哪一步一步一步，一定爱前进，无前进绝对袂使。这是因为咱六道的善啊，第四步叫哪啦？叫做禅定。禅定到啥物啊？哦，善乱。你开车心袂使善乱袂？没错。你开车心袂使无定着袂？嗯。都速控在咧飘浪包啊包啊，你一个神速，你即车飞出来。嗯。咁一下咧，咁袂使，互你带无心无集中，袂使啦吼。唔过咧修行道内底当中，你贵在内底，咱的心会当成三观未？咱的心会使无上定未？咱的心会使上定。嗯。换一个解释，我们一定要有主张。咱修的道袂使无主张，无主张你修袂成道。啊，那安尼六道，安尼听我啦吼。头一道就是咧甲你铺路，互你一世人后壁后半段人生你好行路。嘛，你的家庭平安，一切顺利，一切顺遂。嘛，你修菩萨道好成。第六道就是要有智慧，多来经典，多学佛学。中四步就是持戒，就是忍辱，就是精进，就是上定这四步叫做功夫。啊！你六道加下咧，叫做菩萨道，所以无些袂使。所以今日啊，我伫处理这个要结束啊，这个班次的当中，必定甲你说明。大家如果若安尼想，道场绝对，道场绝对，万恁会当成菩萨。道场绝对无离恁的苦地咧想物件，唔是外口有一挂人咧讲讲同话啦，不是这样啦吼。我特别说明一下，啊，时间已经到，啊，所以呢，啊，感谢恁今日，哦，咱各位讲师，啊，咱各位点文师，啊，咱各位领袖，啊，同修大德，啊，大家而且已经坐过一部戏啦，吼，啊，非常的辛苦，而且呢，最后，啊，祝福咱大家身心愉快，身体健康，好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啊，恭喜恭喜！无尽慈悲，请闻道主公，闻道主公，感谢无尽慈悲。一般心意一合，代想单位八月份及为班班元成向无极老母亲三鞠躬礼，前道主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感谢无尽主公，感谢本师慈悲主公，感谢九世慈悲主公。闻道立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感谢无尽慈悲鞠躬，感谢本师慈悲鞠躬，感谢各位慈悲鞠躬。
一起十架，向无极南猛行三鞠躬，一前到五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十架前人鞠躬，送架无尘鞠躬，送架本师鞠躬，昏道礼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十架前人鞠躬，送架无尘鞠躬，送架本师鞠躬。哦，好。